财富，自信里的财富无量无边，你没坚信拿不出来，你还要受贫穷果报啊！你没坚信，坚信就得大自在了啊！你可以啊，遍施法界一切众生，你有这个能力了。啊，佛门里面时时供养鬼神啊，时时什么七粒米啊，你看给他咒怨，此时便十方一切鬼神供，这个七厘米随着你的意念在变化，变化到无量无边啊，供养十方所有一切鬼神，他统统享受到这是真的，不是假的。可是现在我们一般人念这个咒子没有这个能力，那什么原因呢？你的心不诚，你的心不清净啊，虽念没那么大效果啊。如果你是真诚心，什么是真诚心？没有妄想分别执着的心就灵了。这个话你应该明白啊，没有妄想分别执着，那个心是变法界虚空界啊。啊，有了妄想，这个心量就缩小了，缩了一半了。再有执着呢，这一半里头又缩一半了。啊，这个分别，再有执着的时候，那个一半里头又缩一半了。所以现在的心量变得这么小啊。啊，我们的能量就受了局限了。妄想分别执着统统放下，就恢复了圆满的自信啊，那跟十方三世一切诸佛如来没两样。